什么事情了？师傅来的讯息，告诉我们凡事小心为上。哦，还以为你又在偷懒呢。不如我们就去偷懒一下。谁给你偷懒啊？我可是很忙的。刚才那只鹰叫黑羽。现在是谁想偷懒啊？问一下不行吗？小气。 是啊，黑羽从小跟着我，我们比较像是朋友的关系。在我们祖国很少见到这种鹰呢，多半都是另外一种鸟，体型虽然跟黑羽差不多大，但脸长得却有点像，像猫。啊，对对，而且大多数都是晚上活动的，叫什么来着？阿巧，你说的是鸮吧？ 大哥，你真是什么都知道呢！比起你的鹰，我还是喜欢紫波常见的鸮，看起来可爱多了，晚上睡不着还能跟他们玩。阿乔喜欢鸮，这倒是一件有趣的事，暂且记下来吧。哦，聊太久了，咱们快回去找司空大哥、木叶姐姐吧。嗯，走吧。 月儿，怎么了？说出来，姐姐与你一起想办法。是我自己的事，月儿的事，就是姐姐的事。如果姐姐解决不了，还有你公公大哥。究竟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？ 姐姐在我成年那天送我的玉珠不见了。傻丫头，月儿，你早已是个大人了。那个玉珠只是个象征。不，对我来说，不只是象征，只要是季阳姐姐送的，我都非常非常珍惜。那，我再送你一个，怎么样？ 已经不是原本的那一个了，可是你也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月儿了呀，姐姐。外在的事物终究会失去，但有些东西却能够长存于心。我们华胥国人较一般人长寿许多，若不能看清这些，可是不行的。 姐姐，能问你个问题吗？还在我这个年纪时，姐姐就已经懂这些了？不是的，原本的我也不懂，一直到遇到了江郎，一起遭遇了许多，我才渐渐有了体悟。 傻月儿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外在的事物终究会逝去，但有些东西却能够长存于心。存在于心的，何必执着
是否常伴己身。姐姐，你想说的是这个吧？阿奇，怎么了？司空大哥，阿奇怎么了？哎，大概是前几日在下邑，没给他太多吃的东西，过于疲累。那我们休息一下吧。风哥哥，莫雨姐姐，等等。阿巧，饿了吗？那我们休息一下吧。阿巧，抱歉，害你被误会。哦，算了，大家习惯是我饿肚子，就当真是我饿肚子了吧。司空大哥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好像怪怪的？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。有了，莫雨姐姐。嗯？那个，其实我想问个问题很久了，到底天门长什么模样啊？那是一扇安在天上的门吗？可是怎么会有门在天上呢？它都不会掉下来吗？天上当然有门，那是一旦开启后就能通往天界，获得神力的通道。啊，什么声音？这声音是玄涛姐，出来，别装神弄鬼。你们听到了？他又进步了吗？沐月，快放下他，他可能又要现身危害你了。不会的，他似乎没了现身的能力。你知道他会说话了？嗯，
出地道后，他一直和我对话。难怪，这些时候他比从前还要寂寞。我的先祖啊，我这辈子竟然可以看到一把戟说话。想听我再多说点吗？你怕我平神在他身上？不，我已经用不着他了。我知道你，你很想上天是吧？这么想获得神力吗？神力？我想要的并不是那种东西。那种东西？不错，你倒是有骨气。本来天门人人都能去，谁知后来因为自私的人们为保有权力，硬是施法把天门与人间相隔，而且丝毫不在意牺牲多少性命。住口！哼，你是怕自己当年做下的事迹让人知道吗？卑劣小人！我去旁边休息。什么神力、天之血脉，真有那么重要吗？只要人民生活和乐，那跟谁身上有谁的血脉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所要证明的对象是谁？是自己，是天，还是百姓呢？我觉得应该是后者，是不是啊，风哥哥？我去看看他。子贡大哥，等等我，我也去。走吧，司空大哥，站在这里可真就只能看哦。你们，木叶姐姐，司空大哥要来看你，我呢是来陪你的。木叶姐姐，那个戟还在说话吗？嗯，可我怎么都没听到。他是故意只说给你听的吗？那戟的嘴巴比凤哥哥坏，木易姐姐听了不难受吗？无妨，这是我欠他的。欠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姐姐，其实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可以吗？嗯。之前我听凤哥哥提到，那个在义和镇林子里捉走我的恶人曾说，华胥国在天上。木月姐姐的故乡华胥国，真的在天上吗？如果你还没打算说，那么我们就不问了。就是，我只是不想你们涉入太深，很多事知道的越少对你们越好，那些纷扰其实不该与你们相干，不该，可我为何又让他们跟着我一块儿？为什么想到分离我就……可是沐月，对你的事要牵涉多深，这是我们的选择，你无需连同我们选择的结果一同背负。哎，嗯嗯，没错。你们为何？因为我已经把沐月姐姐当朋友了，见朋友有难还要我不闻不问，这比要我不大吃还难呢。
而且现在知道木易姐姐不跟我们说那些事情，不是因为不信任我们、讨厌我们，那就好了。嗯，不是。木易姐姐，你可终于笑了。那我刚刚的问题，木易姐姐，你想回答了吗？阿乔，你……我就是好奇嘛。嗯，华胥国在天界某处。啊？那木易姐姐，你是怎么到地上来的呀？我也不清楚。那你几岁了？这我在问什么啊？我的年岁已经许久不曾算过，与我也已不重要。如果说几内的魂灵是共工，那他说和木易姐姐相识，这样的话不就……怕吗？不重要。不重要。司空大哥曾说过，木月便是木月，所以只要木月姐姐还是木月姐姐，就算年纪是我的好多倍也没关系。对了，木月姐姐，住在天上的感觉如何？啊？我们祭祀时总是向天祈愿，现在想来，是不是愿望都送到木月姐姐那边了呢？木月姐姐，你有听过我的愿望吗？我只是华胥国人，没有这份能力。这样啊。不过就算木易姐姐这么说，我还是觉得你有听到，不然你怎么会下到人间来与我们成为朋友，还帮助我们人民面对灾祸呢？一想到在天上聆听我们祈愿的都是像木易姐姐这样温柔的人，我就觉得好开心啊。温柔我吗？好了，我先回去凤哥哥那儿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司空大哥。记住，要用陪的，知道吗？阿乔，你回去小心点，别又走丢了。司空大哥，你真啰嗦。你之前说错。是我应该待的地方，我没有资格留在这里。因为你之前说过的惩罚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一个人待在天上，村子回去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村子里，就算只是片刻的宁静，也好像随时要把我吞到孤寂的深渊里头。木月却一个人留在天上的国度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日子，他为何要这么逞强？鸟儿鸟儿水中游，游过江水游土丘，摔到一处烂泥巴，大巴看的笑哈哈。这是好像在哪儿听过。小时候阿父为我唱的小曲逗我笑，叫我打起精神。长大后我也经常改编它，想让人打起精神。刚看你心情不好，所以我就改编了这首小曲。原来你在逗我笑，要我打起精神。可是鸟儿要怎么水中游，又要怎么游土丘？我知道
你好认真，这时候只要笑就可以了。司空云，嗯，谢谢。嗯，为什么要对我好？我值得吗？嗯，凤大哥，阿巧呢？阿巧不是与你们在一起吗？那家伙还真的又走丢了。啊，这是我给阿巧的明烛。什么？你是说阿巧又遇险了？声音很近，我们快循声过去找他。喂喂喂喂喂喂！